那接下来呢，带来这首其实还蛮经典的歌曲，然后呢，希望送给在座的每一位女性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给傲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对，继续的来好好欣赏我们美妙的歌声。啊，会向请问到我这位唱好不？带来这首真有意义的歌曲《给傲》，送给大家。谢谢。